不好意思。Surprise！ 你在干？你想偷我东西？你很丢脸。你是不是以为我不在？不好意思。你在干？你是不是以为我不在？我刚好看着你的背影走进来，你想偷我东西？我想偷你？你很丢脸。要脱了这个，超级我分得很急促，超级还在妹妹说有没有东西？怎么那么有？我说应该，他就说应该是手机啊，在哪里？在。大小姐，又不睡觉了哟，躺着搞的呗，吓得呀嘞，那我要开始跳舞了哟，呀嘞呀嘞，モマリの流し。大哥傻眼。你睡觉吧，大哥。不睡，那我要再跳一次了。呀嘞呀嘞！我们节目即将换搭配的主持人。我们这个 soul mate 是无法拆解的。我已经说过，你不是我的 soul mate， 我的 soul mate 另有其人。你知道我们节目即将换搭配的主持人。好，所以切入主题了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你猜是谁？没有，下一季开始。下一季开始，嗯，就下台。你要休息啊？为什么？哦哦哦、你不要休息啦！我们这个收妹是无法拆解的，他就是。我已经说过，你不是我的收妹，我的收妹另有其人。大家期待哦！勾引你吗？他有一点喜欢上我。你觉得他跟助理搞奸情吗？你也吃得下？没有，我刚刚说拜托不要喜欢上我。你落魄到让人佩服。我不落魄。落魄屁呀！都是你先逼我的好不好？真的吗？你刚刚是接话吗？就对，因为我在这个节目里面。会有接话这个功能，这个功能在，功能在。对，可是你知道接话很可能就打断我的节奏。那抱歉，您继续。我现在好，我已经停下来。他已经忘记他要讲什么。我已经停下来，为了跟你聊接话这件事。哦，要不要专访你两个小时聊接话这件事？嗯，没关系。而且你知道他有多嚣张吗？我嚣张。他昨天晚上传简讯给我，你知道他传什么？他能够传简讯给你？陈汉典什么时候能够传简讯给我们的？所以你就知道我对他是有多好吧？他勾引你吗？他有一点喜欢上我。你们节目主持人跟助理搞奸情吗？你们找一个帅一点的吧，好有趣哦，你也吃得下？我没有吃得下，是他默默的喜欢上我。我有跟他讲说，拜托不要喜欢上我。没有没有，重点是你们已经落魄到让人佩服。我不落魄，落魄屁呀！趁机介绍一下，就在这里。对对对对对。没有，你先听我讲他
简讯，你觉得你们评评理？你说了什么？我是说派翠克明天那个就交给你了。我说因为我有点累。他说没问题啊，姐。他说而且你知道我那天录完节目啊，那个二号摄影大哥就是刚才那位亮灯的。他说二号摄影大哥还过来跟我讲说，哎，你很好笑哦，你将来不得了。哇！喜悦，二号大哥那天是他，然后我就想说，他跟我讲这个是他，所以是一号摄影大哥。哦，那天是，他没有说我不得了，他人很好哎，他一定觉得我们两个欺负了他，他内心很受到打击，所以一号大哥给他一个鼓励，因为他会看镜头，然后他哦，所以我不会是不是？好好，你们两个在一起啊。节目没有尾没关系嘛，因为我不会看镜头啊，我不会看镜头，走心。原来看镜头这么重要。我们在讲你跟他通奸的事嘛，对不对？没有通奸啊，没有，只是说我现在比较有人性。以前汉典传讯给我，就会说不要吵我或之类的，但我现在会稍微跟他有点互动。汉典根本没有办法传简讯给我，哎，你在装什么好人？他没有你的 WeChat 哦。没有，我们在一起做节目的时候不可以啊，为什么要让他们？可以有你的短信，有什么关系吗？你就会收到啊。对啊，所以我就会说不要烦我啊。这比较没有礼貌吧？然后都是你先密我的好不好？真的吗？奸情二，都是徐熙娣先传短信给你。我真的不好意思去打扰姐，但是你是真的演艺圈没有人可以找的吗？就是。你找派翠克传短信，我传给他。我不要跟你一起。我太入没我的身份，就是一个跟派翠克传短信聊天的，然后我要跟他一起主持节目。拜托，你还跟黄国伦吃饭呢。G D， 对，我也觉得有一种 G D 感。太惨了 ，G D G D 惨了啦，他被找进了啦，你太惨了啦，太惨了啦，太吓了，不是，他是要。往上接上去，怎么接回来？确定？你们每个人都很有把握，自己都是快速化妆的人，对对，蛮快。那我们今天有介绍一些就是快速化妆的小道具，可以介绍给大家。这个呢是一个刚像 Sabrina 就说她出门一定不能没有口红，所以这个很方便，因为女生不是还要带镜子啊，或者画画或者什么。然后这个的话，它就是你看一转开，然后只要抿了一抿一拔。就完成化妆口红了，好没有味，很像古时装剧的古时候的胭脂，胭脂。反正你是没有口红，没有，要不来一个？来一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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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爆对，爆对，有吗？有了，有一点了，有吗？有，好看，哇，好方便哦，好方便哦，不用对着镜子，不用对着镜子，你就可以直接这样。瞄得准，像吃饼一样那样，对，就吃好了。对，哎，很脏哎，你去。还有另外一个新的啊，你用新的香这个，哦，有别的颜色，试试看，试试看，蛮可爱。阿姆，可以再吃酱油吗？你太小力了，你看阿姆，可以耶，我看看，哇，哎，有哎，这很厉害，很精准哎，哎，你自己看，很准哎，比我自己画的漂亮哎。小凡，你看我们在吹那个风笛哦，你们太极致了，你含的也太深了，你化妆的样子，呀，好辣，真的有点恶心哎。不是因为平常化妆不会有人看得到，所以其实因为没有，如果做自己，就算是口红也是很丢脸，就是那种对哦，根本没关系，对。哎呦，这个好像不错哦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好，再推荐给大家。这个睫毛啊，就是大家不是出门前要粘假睫毛，还要用睫毛胶吗？嗯，这个假睫毛是它直接撕掉，就可以直接粘在眼皮上，它的胶直接帮你粘好了。可是很容易掉啊。变妆皇后会用的，它有不同的款式，是有比较不像变装皇后的。哪里确定？不要这样孔雀，那个粉也太……然后我用那个派翠克示范给大家。这光要擦这个双面胶要一个小时吧。哎，你好漂亮哎！你的眼睛可以张开吗？就派翠克，就整场都这样吧。你现在看我看看，张开，张最大。
他一定没想到今天还要卸妆，还要贴假睫毛。好了，哎、欸，不行，不行啦，那怎么OK了？好了，这是被淘汰了，这不好啦，这个不行啦。哦，这 pass， 介绍一个大家就是这个好用的，这好用的、嗯，因为大家其实很多人是也是手残，不太会画眉毛。对，眉毛超难。我跟你讲，他直接把你的眉毛盖章眉毛，怎么可能？每个人眉型不一样。对呀、啊。哎、欸，你以为他只有一种眉型吗？还有好多种眉型，还有各式各样的哟。你帮他盖一眉道长。哦，我来帮你盖看。他有分左右眼吧？心很累了，哎呦，太心很累。哎、